要窒破罪人，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神，因为始终必要得到赏赐，非的指望不至断绝，可以当存智慧，因道理深就正道，无任就无恶欲的，快要与他们结交来往，因为他们的智品高，贪睡的别转破烂衣服，你要听从神让你的父亲，母亲老了不可藐视，你要听从神让你的父亲，母亲老了不可藐视。